成团之路已经开启，那到底是哪十一位女孩能够踏过这段花路，登上对面的金字塔？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。肯定是王菊啊，是梦洁啊，当然是吴宣仪啊，当然是孟美岐啊，还用说吗？小七吧，当然是刘仁宇啊。觉得段奥娟会，一听到她唱歌我就湿了眼眶。那我可以给孟美岐跳支舞吗？给她打 call。我们已经到杭州啦，今天杭州有一点阴天，还下了雨。到酒店啦，我们现在要去入住，马上就要去会场了。干嘛呢？就去现场啦。我今天晚上要发头条，我在准备今天晚上要搞的东西。妈耶！我们一起学娇娇，一起娇娇娇娇娇，干的娇娇。打个招呼吧，我们今天有个粉丝跟我们一起，叫任威。助理，哇，老师你拿到票了耶！刚刚拿到腾讯时尚给我们的票，好漂亮！哇，为什么没有跟我们？还有珍藏版，为什么没有跟我们？这个应该是版本啊，绝版的，这个是旧版的。喊出我的名字，101成团。哇，你是 A 班的耶！啊，是吗？你是 A 班 ，A 班第85号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好转一圈。对，这个是他们那个塔。对，那个座位，金字塔座位，好羡慕啊！你们俩能去，我都去不了。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加。我要去看我的高秋子，我要看我的胖虎。胖虎加油！我们现在要坐这个大巴去现场喽，这两个大巴上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媒体，激动。这里是王菊的饭会，他们都发的是菊花。我们就在这个树底下等待，这个队有这么长，拍不到，总之超多人的事了。经过一条黑黑的小路，已经走到舞台了。哇哦！喊出你们的口号！未来亮堂堂，激动陪你闯，王菊冲！开场之前可以看到场内的实时画面，但是拍的横七竖八的，根本看不到人。Pick 孟美岐的在哪里 ？Pick 吴宣仪的在哪里 ？Pick 杨幂的在哪里？有没有 Pick 他的？发现小姐姐们在这里候场。
孩，祝贺你们！我们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，走到今天，完成了这个舞台最光荣的使命。无论成败，只管希望你们一直勇敢前行，不要忘了永远去追逐中国最强女团的目标。继续关注腾讯视频，关注暑期重量级。